巨型啊！演艺母子，欢迎收看《欢乐时光机》。今天如果光看第一组，以为是外景，看到旁边那个哦，原来是跟戏剧有关。再看到中间的哦，大家都戏精，中间来一个戏妖。戏妖，戏妖啦，对对，叫妖精吗？对对，哦，彩华最近我看你脸书。 我也不晓得，我也没加入，他会跳出来。哦，因为瓜哥用脸书，他有时候就说他想关心大家，所以我就帮他追踪了很多人的粉丝。莫名其妙就追踪到我就对了。他每天都那个跟今天刚洗好澡，难怪。莫名其妙就追踪到我就对了。他每天都那个跟今天刚洗好澡，难怪。有一点点微调的美肌而已，但我真的就是很自然的。然后很多粉丝啊，因为现在疫情，对，就是大家总是。 我可以做的就是这功德，帮大家解忧解闷。这就是功德。对啊，你要想清楚呢。因为这粉丝跨年化妆工超贱，我看到你都流鼻血。而且啊，我看到你精神好好，就人生是灿烂的，而且你还可以做到成这样，我一定做得到。彩华说他是说这个叫舒压了，我说那舒张压会可能。舒压，舒压，照片看的都硬了，全头都硬。国民岳母哎，对，国民岳母。对他那个女儿五告岁哎，对对对，不好意思，因为也是随便生。 生生呐，哇，随便生生，彩华的旁边小鲜肉都不知道，他很多鲜肉我儿子我儿子，你儿子，对对对，这是我儿子，因为我演我儿子的人都长得好帅，对对对，对，这是王硕汉，对对对对对，那个会不会最后假戏真做啊？不会，妈这么多小鲜肉都不动心吗？嗯，有在替女儿物色吗？而且台湾有名呢，其实因为我一直觉得我老公现在在上海，我可以在这里下，他是演一些三组都跟戏剧有关系，对对，笑演跟比较看不出来嘛。陆伟是冷讲哎，对对，有陆伟过金钟心冷啊，可笑我跟魔俊是演哪一部戏？我们之前演那个实习医师豆豆，哦，在明视的
很容易。对啊，不是你们入不入戏、啊？我们自己也超入戏的啊。就是我还好，我还好。对，我私下我私下都觉得他们在排挤我啊，就觉得我就是个恶女这样子、啊。来，欢迎三组嘉宾。演员是蛮辛苦的了哈、哦，接下来进行欢乐万磁王。哎，万磁王呢有三大题，第一大题呢一个要不用请讲注音注音的要听请讲的，要请讲的，注音开头，对，要听瓜哥讲。欢乐万磁王一题是20000，对不对？对，两万。来，第一题请出题。好，第一个是，请说出下列一开头的词汇，有木头人、碰糖、弹珠，还有基隆小吃，以及维纳斯之眼，还有门、汽车、保险箱。那婴儿学讲话，我们怎么讲？在秀哥好吃。哎，请讲吧。哇，心很辣。好，来，请说。五，婴儿学讲话，咿呀啊。咿呀啊吗？咿呀呀。那叫什么？就是他，还有一个成语，牙牙牙牙学语。我赶快做一个决定，赶快做一个决定。牙牙学语，牙牙学语。恭喜答对。对嘛，牙牙。不是哪有咿咿啊啊的，咿咿啊有四，一定要把它讲清楚。有咿咿哦，那种完全。牙牙学，牙牙。来，请讲的。哎，我二营养三明治，营养三明治，对，我错。恭喜答对。因为大家想要超营养嘛。对对对对，营养。营养三明治，请讲的。哎，校园哥。一是不是一二三？一二三木头人，一二三木头人，对或错？错。他是现在最红的，想一下。来来，嘉伟雨禾，鱿鱼游戏，鱿鱼游戏对或错？几号？一号。一号。鱿鱼游戏答对。好，请抢答。哎，什么意思？门哎，来我门、汽车、保险箱都需要什么呢？很关键的东西。门、汽车、保险箱。门、汽车的保险。出门你要看这东西到底有没有带。嗯。啊，五号。校园哥。钥匙。几号？钥匙。四钥匙。四号钥匙。对或错？恭喜答对。哎，钥匙。一开头的哈，对，金像达，对，秀哥喝甲就是一些，来，嘉伟夜市，
夜市对，我说几号？六号吗？六号。好，恭喜答对。其实我是什么啊？阳春面，但是夜市也是九跟二加。啊，夜市也对啊。夜市，维纳斯之眼。维纳斯之眼。有就可以按哦，有就可以按哦。因为它是人体的一个基因所造成的，它是性感漂亮，瓜哥知道。对，女生呢，在来做爱。腰窝对火手。恭喜答对。你确定只有二十出头吗？你确定？这里面我们已经当大人了啦。我本来刚刚如果答不对了，我就准备这样。在那个剑谷这边啦。对，第一大题的64万2万啊，现在第二大题也是要请抢答了。对，没错。请出，请说出下列吃开头的词汇。对，第一个是健康的饭。第二个去腥味的手法，第三个白吃白喝，第四浪费人生，第五用丝瓜做的，第六老来子的孝顺行为。请讲吧。虾尾鱼和一糙米饭。什么糙米饭？对，我说恭喜答对。厉害，请讲吧。武汉五菜瓜布，菜丝瓜做的东西，哎嘿，菜瓜布，恭喜答对。台湾菜瓜布，菜龟啊，丝瓜就菜龟。你如果不行。你准备要做菜瓜布的话，你就不要摘它，会这么老了吃下来的话，里面的当然干。以前的拿洗碗啊，家里洗。对，清洁用具。等一下，还没有。请讲吧。校园六彩衣鱼青，彩衣鱼青。恭喜答对。彩衣鱼青，就是老来子，对，他年纪很大了，还会逗他爸妈开心，假装跌倒这样。虾尾鱼和三蹭饭，蹭饭对过错，恭喜答对。白吃白喝，我们今天可以到你家来蹭个饭吃吗？可以。那也不叫白吃白，就朋友有私交才。对啦，我就是熟一点就会开玩笑说蹭饭蹭一下，但是有一些就你要骂人也可以啊。对啊。有人说你来吧，不差这一双筷子。对。请讲呢。小孩跟模具。醋。醋对火错，不行，它是一个做菜的手法，不能一个字哦，不是一个字吗？不是啊，请讲的，吃，对，很简单的，只是去腥味而已啊。它是一个手法，比如说什么你料理的手法，或煎煮炒炸，还是你要干嘛？然后什么去骨啊，还是用刮，对，一个很简单，很简单，过热水而已啊，穿烫。穿烫，穿烫对我说，穿烫是穿哦，吃穿哦，穿烫，穿穿，对，穿，我以为大家都以为穿是什么，对，还没有卷舌，来浪费人生，浪费人生，小哈，蹉跎，蹉跎，对我说，恭喜答对，蹉跎光阴啊，徐光俊一起玩啊，参与了。状态想到不要去蹭饭呢，还是要搓头一下。我在演给小哥的灵感呢。那我等下不行，就只好才艺鱼青。10万、8万、6万还蛮接近。加油！第三大题，注意了，请出题。请说出下列"啵"开头的词汇：第一个你想到会傻笑，第二个候选人的口头禅，第三看不起你叫什么，第四替老板挡子弹，第五天空中最亮的，第六西游记的道具。请讲吧。小花哥，五北极星对火种。恭喜答对。天空中最亮的。对啊，我们登山都会看嘛。对，北极星最亮的。请讲吧。雨禾二拜托。啊，拜托的，拜托的。拜托对火种。恭喜答对。拜托。他讲四个字。对，拜托。请讲吧。雨禾嘉伟一白痴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刚刚想到这个，错，不行了，不要，来，你要听瓜哥讲哦。请讲。魔具。是背黑锅。背黑锅，应该是错吧？其实可以给他算，对啊。
但是你正确应该，你背黑锅你可以对对，但你答案一定不是背黑锅嘛。保镖啦，保镖背黑锅也好，这个也是对。哦，保镖，保镖啦，对，保镖。因为他挡子弹一定不叫背黑锅。保镖是真的挡，对，背黑锅可能就是老板娘扛啊。有小三被老板娘抓到。我看到我女朋友，我女朋友，我女朋友，老板跟男的，我男朋友，我男朋友。请讲啦。来，嘉伟，第一个想到会想象是白日梦。白日梦最后说，恭喜答对，不要再做白日梦，因为你要讲白日就恭喜到别人，对，白日梦还不会，对不对？继续讲啦，对，看不起你，看不起你就是，对啊，就是我就是，嗯，啊，对，哎，你说不屑，不屑，哎呦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哦。鄙视，鄙视，鄙视，哦，对对对，可以哦，可以哦。就是那个鄙视跟口试啊，哈。对，鄙视，哎，面试啊，面试，面试，还有鄙视，鼻孔朝你。对对对，鼻孔朝你。鄙视，鄙夷。对，《西游记》的道具，《西游记》的道具很简单，火焰山。哎呦，哎呦，来，我是毛俊，毛俊，你终于讲话了，你来了，你终于讲话了。芭蕉扇，他开口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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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开口这三大回合有14万、10万、12万。哇！接下来进行欢乐比一比。啊！哇，这个太高了，他站在那边比，你有答案就抢答。晋级的巨人，恭喜你答对。哇，这真超级巨人哦！啊，注意到他总共是15秒，表演完的可以按钮，我没有叫请讲答，你15秒看完音乐一停就可以按了。好，对，15秒。如果有答案的话，但是先比几个字哦。对，当然我们可能每一个字都对了，如果大概意境到也不要差太远哈。对，这个是有范围的，像这个范围就是跟建筑物是有关的。先给他看一下，你看几个字啊？你算一下。OK， 先比几个字吧。好，来，音乐开始。第一个字。来，请讲答。请讲答。没有，没有答案吗？七个字是谁啊？太多了哎！哇，我很累，好累啊！没关系，如果没有，我们再第二次。再第二次表演。一头雾水。它是非常有名的、有历史的建筑物。对，你朝那个方向。时代很久远。对对对，它怎么样？对，它怎么样？它怎么样？它现在怎么样？那个东西是不，那个东西本来就不会动的，但是我们意境好像会动。对，我们会把它弄对拟人化这样子。再比第二次。对，再比第二次，还记得吗？记得记得记得，慢慢看，很辛苦哎。世界非常有名的建筑，对对对，我觉得你少比一样东西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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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15秒计时开始。7个字。哇！OK。还好吗？起来，起来。晋级的巨人很累，七个字。没有答案对不对？我猜一下，来你猜。金字塔学猫咪叫。你接近了，但是不是金字塔？接近了。它前面比就是金字塔。对。金字塔有什么东西？刚刚不是啊？对啊。狮子。啊？抢答。你想一下，想一下，嘿。埃及金字塔。对啊，有海中王。有老虎狮子。好，有答案吗？金字塔人面狮身啊。差不多了。你要他怎么了啊？你要我们有。他刚刚比那个东西干嘛？对。谁？来，雨禾。雨禾。人面狮身。好，然后呢？讲出来，讲出来。被搔痒。那几个字？7个。人面狮身被搔痒。差不多了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应该是答对了。恭喜你答对了。对。他是人面狮身被痕痒，被痕痒，对呀，被痕痒，被痕痒，
我已经想到了，我已经想到在那个了。我刚想到挠痒痒。哎，这个猜对一题是四万的哈，因为他前面一定必须要比金字塔，对，他演一个狮子，他其实人面狮身是不会动的嘛，那我们就把它拟人化、卡通化一点，对吧？就变狮子会痒，背很痒，要抓痒，一抓痒。接下来题目大概就都接近这样，都是这样的逻辑。好，谢谢，谢谢他，小累了，累了，厉害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去后面了。来，第二位，硕汉吗？硕汉，硕汉，一题抢对是四万哦，现在很贵哦。好好好好来可以好好 OK 计时15秒开始八个字等音乐停好请魔俊来讲101大楼烟火秀应该对了，应该对对对，101大楼喷烟火了，对，你看这样讲，大家范围就缩起来，对对对，有一个来故事有加四万，框架 ，I got you， 上面有四哦，还有嘉伟，嘉伟，嘉伟来了，工具好棒，还有呀，我讲话了，这个这个难吧，都有开口，你要比哪一个？这个这个这个，好来，这个预备要15秒计时开始，几个字？然后你后面那是干嘛？所以他的顺序是颠倒的嘛？啊，对。来错。女神玛丽莲梦露。女神玛丽，女神玛丽莲梦露。七个字。女神像玛丽莲梦露。错。还是我们让他再比一次，然后顺序调一下。十秒就好，预备，计时开始。好，来，请讲，请说。女神玛，女神玛丽莲，女神玛丽莲梦露，啊，不是玛丽，玛丽莲梦露，啊啊，被夹住，玛丽莲梦露被夹住啊，被夹到。我们是建筑物，夹到是男的，应该是被没有一部分一的啊，是什么意思？对不起，应该是没声音。我今天啊，最后十秒跟玛丽莲梦露没关系，没有玛丽莲梦露，没有。来，等一下，来，请讲的。啊，魔俊，自由女神像变真人，还有什么？自由女神，自由女神，自由女神像变真人。自由女神变真人，错。那最后的动作啊，自由女神群飞起来，哎，那个叫什么？裙摆走光。对对，恭喜你答对了。哇，所以我刚刚讲，他第一个错在哪里？他第一个就在那哦哦，然后对。对呀。你刚刚有想法吗？你第一个开始就要演那个了。自由女神。哦。对，应该反过来，前提。嗯。但是你自己就你不会猜玛丽莲梦露啊，那如果第一个先比这个就好，对，然后谁猜中？22万、10万、12万。接下来公民的换你们演，你们猜。好，接下来一下音乐一题可以抢答40000了，来第一。对，十万，这个范围是人物哈，人物的日常，谁在干嘛这样？来，看在干嘛？想清楚啊，看怎么表演了。15秒计时，来开始。几个字？几个字？几个字？六个字。但是中间加了很多就很难，加了太，你还没看动作，刚刚动作那么清楚，
你在，我先分清楚了吧？分清楚，分清楚了。还是有，因为我们来，来，请说。神灯巨人，然后呢？蛇形刁手。再十秒，一倍，来来来，十秒，你中间不用比，来计时开始。来，请抢答。对，受害探险家被蛇咬。啊，对，一半对了，一半对了，一半对了，请抢答。阿拉丁被蛇咬。恭喜你答对。他前面已经在那边戳灯了，啊、我以为他是什么日本料理师傅哎，他应该这样子吧，这样子，然后，对，因为他被音乐赶得很急促，其实可以慢慢表演，嗯，到时候后面做神坛那个都不用，对对，那个比较窄，对。然后我朋友做完还剩个五秒，然后出来。也许知道答案可能比较好比，他是在中间去做神坛飞游那种，会把你们误导的。哇，他到底我以为他在松山机场看飞机，我以为他是去爬山。但他很尽职啊，对啊，所以他演的还不错嘛，演的不错啊。所以到底是谁找他演戏的？是到底谁？厉害！立正，真正的戏要来了，真正的戏，真正的戏啊，真正的戏，真正的表演，这个，没有啦，我只是，这个不好，不要讲说我真正会那个戏要来，只是我就是个戏后嘛，对，戏妖，戏后了，戏后，我们音乐十五秒，计时开始，五个字。好，请说。金刚狼杀价。五指连心。这个时候你怎么那么厉害了？厉害！他前面比那个都，大家打太快，然后打太快。我以为对。而且女生比都，你会猜到金刚狼杀价。然后呢，杀价是什么东西嘛？我说。那300呢？不要100的，呵，卖啥？几百的卖啥？几百好不好？他很投入哎，也容易啊，真正是戏哦，谢谢，哇，好厉害哦！本来金刚狼一开始是应该头发是什么？要唱啥？对，哎呦哦。帅呀，要帅，对，好，来哦，最后来哦，雨禾，完了，这个是，对，三，不好比哦，也是人物嘛哈，对，也是人物，来预备，十五秒，开始，七个字，美国队长挤痘痘，错。来，请问日本武士挤痘痘，错。神力女超人曼彬。等一下，你怎么知道神力女超人曼彬？因为他有这个啊。啊，神力女超人，然后我曼彬的时候都要拿那个橡皮筋，不是这样曼彬吗？对，女生拿。恭喜你答对。曼彬也猜得到。曼彬其实是这样，曼彬是这样子用卡的，他自己没办法，曼彬可以，我阿妈以前自己曼彬呢，咬着线然后自己慢慢，他也会教他，他也会反过来这样，对，反着然后咬着线。每个人表演方式是不同，那个人物他演的短，他曼彬演的长。我觉得曼彬比较难表现出来，15秒、3秒是，然后就翻了10秒，超难。而且我们有讲人物，他看起来。来，请入座，请入座。恭喜！把奖金，请把奖金一下，26万、14万、20万。好，来，最后加一题。加一题，好。2万块了。2万块。对。好。
最后一题哦。注意看了，十五秒了，也是人物了。对。哎。计时开始。还没算清楚。跟我一样。月计，估月计需要算一下。来，音乐计时开始。七个字。来，请。超级玛丽翻跟斗，马啊，全滚翻了，今天也在翻了。对啊，哦，那他就答对了，靠！那就翻跟斗跟顶轮翻了。全滚翻，哦，二十八就变。哇，对。来，再加五万，三十三万。来，我们接下来进行是决战海盗桶。来，决战海盗桶。这组也是二女带的，是，都没有二女，这应该蛮好处理的。33万哎，33万了，来，请上船，来，把船长干掉。对对对，答对六题的话就33万了啊，第一轮来请。非常厉害，外交委啊，雨禾，命运转盘 ，Go！ 生活趣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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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请出题。如果遇到自己追随多年的偶像闪婚，大部分粉丝都会心碎。日本就有公司开放给心碎的粉丝哪一种福利呢 ？A. 情绪慰问津贴 ，B. 带薪疗伤假 ，C. 美食提货券。计时开始。哇，我觉得应该是疗伤假，疗伤假吧？你看他慰问，然后还要给你钱，应该不太可能是津贴吧？这样公司很赔。就用钱补给你啊。可是美食也有可能，因为美食吃了美食心情会变好，他们可能说公司给你美食券，吃完之后就乖乖回来上班了。我觉得公司最伤的就是应该是请假之后没有生产力。哦，对，这个也是。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我删掉就带薪了。可能要放假，因为太伤了。带薪，那个影响公司。带薪疗伤假，你没有来上班，没有生产力，我还要给你薪水，对不对？那你每一天到晚都跟我说你偶像结婚就好。对啊。可是今天也觉得有点太多啦，今天也是一样，一直给你钱啊，挺对。我觉得那应该是美食券最合理的，他给你美食券，然后反正有两把剑的啊，你想好 A 不然你就删掉一个最不可能的。但我觉得美食券应该是台湾的。四三，我觉得先美食啊，反正补两把。来，请插剑。来，请美食。还有另外一把剑，所以是，请跟这个有关哦。插剑。带薪疗伤啊！可是我发现日本的偶像结婚是真的新闻做很大，然后大家都是不是啊？我是公司，你们请假我还给你钱，就是因为你崇拜偶像，他结婚了，关我们公司鸟事情。不过我刚有想到一点，因为日本人他们都是那种很贴心，就是很温暖的，他们也有可能就是会体恤，而且他希望他的工作效率不要因此而下降。日本一间企业的老板因为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追星族，那除非他是老板是老板是对啊，深深体会到偶像与粉丝重要性，因此在公司内部推出许多相关于福利的制度，例如说只要自己追随多年的偶像宣布结婚，员工就可以请长达10天的带薪假休假，好好疗伤。哇，好好哦。来第二题了。来来来，嘉伟，嘉伟来转了，命运转盘。哪里 ？Go！ 不要生活趣闻，不要生活趣闻，不要生活趣闻，不要生活，不要生活趣闻，不要生活趣闻，不要生活。新闻时事，来，正常一点。另一半如果是控制狂的话，真的很困扰。根据调查，台湾人最讨厌另一半的哪一种控制行为呢？A. 偷看自己手机 B. 随时报备行踪 C. 很爱吃醋。来，计时开始。偷看手机，手机，每个男生都在讲这件事情。可是他有这么好猜吗？你觉得？可是爱吃醋是每个人都会吃醋啊，我觉得吃醋还好啊。行踪随时报备啊，我讲假的就好啦。我讲假的，有的这边敷衍一下就好。可是有时候不知道，比如说我在新竹，那你知道怎么办呢？要不要吵架？对啊，会吵架。而且可是偷看手机每看一次就会吵一次，那一样。干嘛偷看？你要看你就明讲，对，你看。对，我也是这样，所以行踪报备有时候是很严重啊。他们觉得偷看就是不对的行为，然后你要看那直接其实这几个应该都很讨厌，但是最讨厌最讨厌应该我就是偷看，而且手机出事的新闻比较多。哦，留着对。
出事，对，手机出事的新闻掉了，手机掉了，很爱吃醋。哎哎，还可以拍一些影片、照片，那万一被另外一边看到，那真完蛋，直接很爽。你刚刚讲没错，你一直说谎说谎，你总有一次会。对啊，会被抓。那个这边就很多新闻都说什么手机如果再不拿起来准备擦了啊，只剩一把剑，是三二，请擦剑。偷看自己手机，浪费时间。报备行动很疯哎，有一些人你已经跟他说你在工作，他就是不信，他要你附照片、附影片，然后马上你报完行踪，他打视讯过来，就是会把你逼疯的那一种。让台湾网友受不了的情人控制行为，第一名是必须随时报告行踪细节。谈个恋爱要记得那么多事，你还要跟对方报告，而且呢，通常呢，他们并不是真心关心你，你在哪啦，跟谁在做什么啦，只是偷偷想记起来。再根据细节确认你有没有骗他。来，谢谢第二组。接下来第一组有20万，好，来，好喽，魔镜来转。我们再给生活趣闻一个机会，生活趣闻嘛，你说的 ，OK， 生活趣闻，来哦，命运转盘，好 ，Go， 生活趣闻，生活趣闻，生活趣闻，再给你一个机会，再给你一个机会，养生保健，来，请注意。女人有半辈子的时间都在跟月经相处，请问下列哪一个生理期时的形容是正确的呢？A. 性行为不会怀孕。B. 会长痘痘。C. 吃太多不会变胖。计时开始。哎，怎么问他们两个？你有没有这题？有观察一下自己的老婆。我应该是没有。会长痘痘，会长痘痘不是一定的吧？没有一定。我觉得对，因为他你说会长痘痘一定吗？不一定啊，有些人也许不长痘痘啊。啊，吃太多不会变胖。吃太多不会变胖，怎么可能？哪一个人吃太多不会变胖？你还跟我讲？跟月经有关系。对啊，性行为不会怀孕，这个一定要先删掉了。对，这个我觉得性行为不好，因为这是大家都一个，就我已经算了，还是唯一的一个概念，但是不是不可能。但我们做单位很难讲，有时候出来的答案会让人生气。对，那你删掉一个。我们先把性行为不会怀孕删掉，删掉好不好？你有他没有看过之类的书籍吗？可能要问你啊，小阿哥。我还好，我是没。反正有两把剑啊 ，A B 跟痘痘跟变胖哪一个先？痘痘，我先擦痘痘吗？先擦，能擦痘痘。二，请好，那我擦，请擦擦剑。会擦痘痘，恭喜。答对了，答对。因为我记得对，好像月经性行为有时候会怀孕的哈，所以它不是不会怀孕的，吃太多不会变胖。谁说的？对不对？对呀，吃太多一定会胖啊，怎么可能？所以只有那个长痘痘是正确的。长痘痘一定会。许多女生对月经有些迷失，首先生理期发生性行为也可能会怀孕的。对，生理期间开始变得食欲会旺盛，其实是自然的现象哦。尽管如此，但生理期时身体容易水肿，以及容易合成脂肪，所以如果放纵吃太多会变胖的。嗯，那还是会变胖，所以还是正常饮食。嗯嗯，那食欲会变大了。对，好，第二题，还是你，还是你，还是你，你来，我来。命运转盘，来个新闻时事怎么？好啊，新闻时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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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新闻时事，来来，哎，又是养生保健，谢谢。养生保健，来，请出题。根据研究发现，什么样的人心脏病的风险高出一般人10倍呢？A. 额头皱纹多又深。B. 屁股肥又大。C. 缺牙。计时开始。屁股肥又大，你这样是不是在针对我？怎么都想不到这样的。我觉得，缺牙，我觉得是缺牙。为什么缺牙？我觉得是缺牙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忘记怎么讲，但是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缺牙。直觉。然后，因为缺牙好像会缺氧吧，我不确定，但是。对，因为其实牙龈很这边很多神经会连到全身。对对对。哎，你缺牙有一个洞，就是你很容易会。因可能有那个细菌跑进去。对，可是我怎么记得是屁股肥又大哈、啊？屁股肥又大，表示你都一直坐着，你都不动啊。嗯，对啊。感觉比较有三高还是大？会不会？啊，皱纹。可是很多性感的人也是屁股肥又大。屁股肥又大是。我。是，那是听你的缺牙，上一题是缺相对你。来，请插件。缺牙，所以是皱纹，额头还是屁股呢？请插件。好。屁股肥又大。
额头。其实啊，我刚刚看这个选项，我不敢给你们提示，一提示你们选这个，因为人家这个心脏科是看这边皱褶，耳垂的皱褶，是哦，所以皱褶有皱纹，皱褶大的就心脏会比较有问题，所以这相对显示一定是会选择皱纹嘛。法国图鲁斯大学医学中心研究指出，额头皱纹又多又深的人，比起没有皱纹的人，死于心脏病的风险高10倍以上。研究人员推测，动脉粥状硬化可能是造成心血管疾病主要原因，推测是因为额头上的心血管比较细，所以对血管壁中的斑块更为敏感，所以因此皱纹或许也视为血管老化的早期迹象。所以第三组，彩花姐跟硕汉14万，来请。来，你先有14万，对不对？哎，拇指打，好，说话先。生活趣味好不好？好了，生活趣味了。来了，生活趣味，生活趣味，生活生活生活。生活趣味来一个吧。生活趣味，感觉比较简单一点。来，生活趣味。自然奥妙，哎，请出题。真金不怕火炼，但是下列哪一种珠宝遇到高温的时候则会升华消失呢？嗯 ，A. 红宝石 ，B. 翡翠。C 钻石，计时开始。会升华。钻石一定不可能。真金不怕，但是哪一种遇到真的会高温会升华消失？钻石它的硬度达到末世的大概10度，所以它是最硬的，所以钻石是不可能的。可以先删掉。对，钻石绝对是不可能，它是在高温的时候它是会消失的。嗯，因为它硬度够。翡翠。有可能烧掉吗？翡翠有可能。有可能。因为红宝石它也是，它也算是宝，对，宝石类的，所以它的硬度也应该大概7度或8度，末世的7度8度，所以我觉得 B 翡翠，你就先翡翠啊，如果不对就找，好，如果不行我再猜，来，对，好不好？4、3、2，请插件。翡翠，来，还有一把剑，来。想想看，如果翡翠不是还要插红宝石吗？还是钻石？请插件。钻石吗？钻石吗？时间要到了，快点，时间到了，钻石。怎么可能？钻石？钻石会不见吗？一颗永流传吗？不是，对啊，我来看看。钻石不是最硬？钻石是世界上最坚硬的东西，是最坚硬的。但不意味着钻石是坚不可摧哦。其实钻石是比较害怕高温的，它不怕硬，它怕高温。嗯，钻石是由碳元素组成的，其实它组合蛮像那个我们的铅笔啊。铅笔，对啊。其实元素是差不多，就少了一样东西。都是 C 啊，都是碳啊。对，碳是非常容易燃烧的物质，不然怎么烧碳？嗯，因为此钻石在高温下会直接升华燃烧就不见了，不管你几颗它都烧掉了。哇天哪！那如果以后火灾的时候，一定要先把钻石带走。但是如果你放保险箱，现在保险箱都有防火，都有防火的。那除非你是放在什么化妆箱那种，可能就那就可能就真的没了。那纸钞烧更快。对啊，其实你纸钞烧更快。你没有放保险箱，什么都烧很快啊。对啊，所以大家很难想象，对不对？那个铅笔芯，那个碳跟钻石碳。它元素是差不多，好像少一个东西，它就变很硬了。对，数字不同。对，数字就不同。我觉得我一直觉得越硬越难烧得掉。来，第二题谁转？好，转，来，不要自然就好。来了 ，Go， 都可以，全来了。啊，都来了，来，立来，自然，怎么又是自然？自然奥妙，请出题。近日，科学家发现蝙蝠的声波能力是与生俱来的。他们是用声波来计算什么来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呢 ？A. 计算距离 ，B. 计算时间 ，C. 计算方位。计时开始。蝙蝠啊，蝙蝠，你个人跟他熟吗？我跟蝙蝠侠比较熟，跟蝙蝠还好。真的就是说，你可以变成有敌机来袭。对，知道它来，碰到东西会反射。像海豚就是水底的声呐，是它也是会感应，它会感应到那个波音波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，你在想它为什么都还潜水艇都不会撞到？因为蝙蝠它都是夜行的，对，就是在晚上的，对，所以它这个距离可能计算距离不太准，对，不太准，对，因为亚嘛，对吧？对。
但是我觉得距如果距离不行，方位应该也就不行。哦，对，因为他们是一样的东西，是，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时间。所以距离跟方位是比较。表演题 B。哦，蝙蝠，蝙蝠，蝙蝠。蝙蝠啊，那那应该 OK。请插件。计算时间，哎，真的哎。埃拉维夫大学，埃拉维夫是以色列吧？研究发现，蝙蝠从出生起就知道如何运用声音的研究人员呢，刚出生的小蝙蝠们放在一个富含有氦气的环境当中，他们发现蝙蝠实际上并不会根据声速啊来计算到到达目标的距离，因为他们不会调整大脑中编码声音的速度，因此蝙蝠的空间感跟实际上基于计算时间而不是距离的测量，它测不准距离，可能测不准时间。它是用时间去。下面一题来请。来，我们来转一下呢新闻时事，好不好？好，来转转转，你转哪个转？转另外转，大力转。新闻时事，新闻时事，新闻时事，不要自然就好，不要自然就好，不要自然，不要自然。还有养生保健也可以。养生保健，我们得请出题。葡萄富含花青素，能够帮助护眼。请问葡萄应该要怎么吃，护眼的效果最好呢 ？A. 去皮吃。B. 连皮带籽吃。C. 吃葡萄干。计时开始。关于花青素护眼，这个也不用讨论嘛，这么简单的题目根本就送分。就到底皮跟籽皮有没有营养呢？还是吃葡萄干呢？我个人觉得是带皮丝啊，因为带皮丝它是最有营养。真的很喜欢嘛，去皮觉得没有营养。对呀，吃葡萄干你糖分就变高，这还用想吗？这个还用想吗？浪费。我也觉得是 B 啦，我也觉得是 B。B， 我觉得是 B。请，等一下，请，你不能那么中懂，请插件。连皮带籽。吃葡萄干为什么不多聊？为什么？我气到胡子都。不止旁边翘起来，你都掉了。掉皮肤，你吃葡萄干这什么鸟？葡萄干，你吃葡萄干，不得糖尿病就起来了，那多甜呐！太甜了啦！对，我要看适量啊，怎么跟解？什么叫适量？葡萄干你有办法适量吗？没有办法，那会太甜了。台湾癌症基金会营养师赖怡君指出，葡萄干含有丰富的铁质，而且强效的抗氧能力、多元酚及花青素，主要是存在果皮的部位。所以葡萄干含量呢，含量会较新鲜葡萄更多，有助视力保健。好，听清楚哦，听清楚。干燥后的葡萄干通常含糖量较高，购买时尽量选没有额外添加糖以及其他调味比较健康。还有其他什么调味？调胡椒吗？还是什么？除了加糖还加什么？加盐，咸的。有的人会咸葡萄干。那个肾脏洗肾的，你加什么？那也要适量嘛。对啊。什么叫适量？吃几颗？吃几颗叫适量？三十颗 ，OK 啦，一小把。三十颗就有时候我们买那个面包上面有没有几颗？差不多10到15颗。其实正常葡萄你也只能吃到7、8颗最多。对啊，那每天一定是要吃一点葡萄。算我害了你了啊，没有关系啊。啊，我你敢通告嘛？来，谢谢。今天谢谢三组，我们戏精都来了副现场，送你的 Panasonic 无线蓝牙耳机以及百夫长旅行箱，打开卫视中文台，欢乐建起来，谢谢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记得订阅欢乐智多星的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就可以知道最新的影片内容哦。